戴莹之曰：“十一去官使之争，今资未能，请轻之，以待来年，然后已，何如？”孟子曰：“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饥者，或告之曰：‘是非君子之道。’曰：‘请损之。’月攘一饥，以待来年，然后已。如知其非义，思素已矣，何待来年？”